大家好，我是吴一米。本节分享一个阳宅黄蛇做改型。镜头环绕看一下整个外形，可见屋前有做个月牙水池借气，鱼唇线铺间圆润，主发福激素。阳宅都是建在了蛇头上，龙砂转出拐形为近岸回报。随镜头回看来龙落脉，龙精言龙不开战不为贵，可见此龙大战而出。前朝大旗山，兵鼓马车厢酷印，大战挂板翻新罗印。龙幡与虎幡都是耳峰罗城景物，贵人叠见。
本次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请订阅关注。